你又要爪子吗？你看我，原来是耳朵痒痒了。信号收到，耳朵清洁服务这就安排上。哥哥的耳朵长时间不清理，很容易发痒发臭，所以我每隔两周都会给他们洗一下，就像这样滴几滴这个洗耳液，然后揉捏几下耳朵根部，让它充分的溶解耳道深处的脏东西。揉捏完过后，把手松开，它会本能的甩头，然后稍微擦一擦外耳廓就好了，干干净净。他们用的这款性价比挺高的，能用小半年哦。